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4年6月16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乳癌处理教学系列3。我们先做一下运动，然后我们就开始。下面给您们分享自我舒缓的一个简单的办法。我们先喝一些姜粉泥，让内热源加强，然后全身涂抹姜粉泥以后呢，我们找一个滚轴，自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舒缓。有一个滚轴放在身后，我们先做头部的，后脑勺放在滚轴上，这样左右帮助枕骨区域通过头的自身的重量得到一个舒缓，也可以往下一点，这样左右侧面头部的一个舒缓。然后脑门儿，然后脸颊，牙齿，下巴，脸颊，好，我们再做颈部的，双手可以抱头，颈部左右，也可以双手放在两侧都可以。然后颈部的侧面，然后反面，我们做肩胛，臀部可以抬起来一点，双手可以抱头，用滚轴自身的身体重量去压在滚轴上，上背和中背，然后下背，身体的重量放在滚轴上。侧面，到腋窝，腋窝前后，然后手臂、三角肌，上下。肘部原始点，反面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臀部，后左右，身体朝一侧，反面，
下来，腹部，往前，胸部。肋骨，然后可以侧面的路线，反面是一样的，大腿前侧。大腿侧面，大腿内侧，胯根儿。反面是一样的，小腿可以单个，也可以双腿。脚心，脚踝，反面的脚踝，脚背。可以单个脚，也可以双脚，啊，我们这个滚轴是60公分。直径15公分，是初级滚轴，比较柔软，也比较舒服，辛苦了。你看这一个患者到底情况怎么样，病情怎么样，也要做一番的解析。然后他如果经过这样，你们就可以直接教人。范围蛮大的，是是，跟，就是这里的。我先跟你处理这里，好，待会儿腋下再跟你，找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嗨，这里痛吗？我现在不会感觉痛，不会感觉痛。好，没事，我先找一找哈。好，第一个。这个工具使用上我认为有疑虑，理由很简单，它面积那么大，你怎么指腹可以按进去，那个工具的使用不恰当，可能没办法深入，所以第一个要挑选工具。好，开始。我先查一下周围有没有痛点，好，这里好吗？没事啊，好，这里了。怎么样？这里还好吗？我觉得还好，还好哈。怎样？
进去，就是压的感觉，压的感觉，对，比较痛，是，就是这个点，这个点，这个点。好，大家看他的工具，我认为还是不遵守。嗯，哎，对他那个手一定要下，嗯、这样这样才正确、嗯。他只是要固定，然后拿得太高，他、嗯、又不是很大，嗯、对、嗯，这个是不行。这里很好，嗯，这里很深一点啊，这很痛。这里比较，这个痛。对，刚刚就是挤压这边，感觉有比较挤压的痛。嗯，就是加粉的，直接下加粉的呀。对对，直接就下了。现在这样直接啊，不用再检查。那然后按。其实用姜粉的也可以一边检查一边按，诊疗一体。从一开始就用姜粉。哎，对，一开始就可以用姜粉，但诊断你可以抓一抓了，大概确定了，就可以用姜粉。就是还是上面这边，上面这边比较痛。对，这里没有了哈。对，就是还是对这个地方痛点在上面，那下面都还没有痛点。对，你在台北也是只有上面痛吗？我刚开始前112年的时候，刚去的时候是整个都痛。嗯，那志工学长办案的时候是整个都痛，痛得非常的痛的。嗯，那我觉得可能在乳头的周围啊，比较刺激，我自己就会在那边。一般的乳晕，我昨天也讲，乳晕周围哈、哦，那也比较容易痛。嗯，那我们要按摩吗？可以啊，你们可以找，可以试着找。他这样讲，你们可以试。真的吗？嗯。但原则上是以根部这样处理是对的。嗯。哎呀，你现在这样有没有比较好做？那垫高。比较感觉到硬块下端的位置。刚才品的时候，它就是我要手有点压它，它才可以到它的底部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它垫高，这样子刚好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配置左边那个肩。这个感觉怎么样？那临床上就要看了，不要老是垫低低的，有时候我也做不出来。它还是没有痛，主要痛的还是在这个位置。对，所以就这个地方还是就会感觉有痛的，那其他地方还是没有痛的。其他地方就是没有感觉，就一就感觉好像是有压迫这样子。OK， 我也按一下，我看看。应该诊断是这样，除了这样按，知道它面积以外，还要评估它是轻症还是重症。如果它没有破，体力又好，那这个不算重症，是轻症。那轻症重在手法。对。也就是你们找不出来，应该是手法的问题。那他刚刚的叙述就是说，他本来来的时候很多痛点。他按了一段时间，痛点越来越少，那这个代表什么呀？有在修复，有在修复。那这里没有变化是吧？有，原来更大，那现在好像渐渐有比较
硬的部分原来是这边都有印，在这到这边，现在已经消到这边了。那我自己印，我自己按，我是趴着。哦，我是趴着，然后它会垂下来，乳房会垂下来，那我就找那个底，这样子我自己推，然后我自己就会从这个乳晕这边，我自己就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会很痛，然后有时候我一按它，就会也会软下去这样。这个哈、哦，我说以病为师，从他的对话中，我们几乎可以确定，他体相减少了，面积也缩小了。那这个代表好转还是恶化？好转，然后他体力一直维持很好，所以你从他的叙述你就确定，只要没有爆，这时候是最佳时机，然后懂得按进去他就会松了，到最后甚至消失都有可能。好，那如果有面积那么大，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到底真的痛点是只有这样吗？张医师很大，比他们都大力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哦，那他们太客气了。法无定法，一般是这样也可以。嗯、但是这样，嗯、只要我认为都没有问题。固定比较。对，所以你们在做的时候就不拘一法。这里痛吗？一点点。这里一点点。对。你们有没有听到？有。这里也有痛啊。照理应该有。那个硬结肿块必有体香嘛，啊，有体香必有压痛点嘛，所以他这里也有啊，对吧？对。所以他们按都没有到这么深层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么大力。你们看我很大力吗？其实没有，我只是顶进去而已，反而这里比较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手法都学得有模有样，但是要懂得哦。怎么生成再测试一下，因为大家都说它只有一个点，那你要想想看它是不是还有其他有痛点。那、嗯啊、如果你用大家的力道没有顶进去，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在临床上你看如果这么大片是不是还有其他痛点，那手法就很难加强。哎，我认为这个是临床的一个经验。你们哦，弓箭步身体没有充分应用。我刚刚看，你看我整个顶下去，然后身体直接靠过去。哦、对，这样很大。你看，他说我大，不是我手力很大，应该是我的身体。身体的重量下去了。对。嗯。你们少了那个身体的应用，很可惜。好，那这样我按一千，他的痛点这里也有。嗯。不是只有你们说的，这里稍微。这里也有痛点，对吧？嗯，刚刚这样，那就代表他从这里半圈起码都有。那你们的力道只足以检查出极小部分，那其他的你没有到深层，它体相很难修复。所以有时候还是要你看有没有弓箭步，直接就顶进去了。所以实战归实战，但还是。没有做到极致，有感觉啊、哦？嗯，你们的手法其实跟我有还是有不一样。你们身体没有充分应用，我刚刚看整体是这样，所以你们大概那个力道只能在我的可能二分之一了，顶多就是稍微二分之一多一点点。但如果深层你们是按不出来，所以一定要顶点。那因为他手重手法。它不是手动热源，那你手法怎么样由浅入深按到极致，这个就是这一堂我这两天你们一定要学。那我说你们要懂得身体的应用。好，那你感觉这里有硬块，这里也有是吗？有，这本来就有，这是最近、啊、最近才发现，最近一个月之内吧发现的、哦、那你们已经按过一轮了，应该比较熟悉了、嗯，他这个也是属于轻症，不是重症，所以手重手法，那手法就是整体的姿势，包括弓箭步，包括怎么顶进去。然后这边是心脏，这几颗是心腋下，心腋下。对，然后如果我用这个压在这里会痛死，这里就很痛很痛很痛。如果他这样讲，我就会有一点担心，因为他正在扩散。
就是它面积越来越大。那有时候你们知道乳癌在爆很快，哦，你们昨天也听到，所以这样要立刻把痛点找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看手法，对，然后配合姜粉。这边这一块是蛮大的，一大小块。你这边你是发现这里？这边不是大的，这边是只有围着这一圈，你会摸到一个小粒小粒。这里对不对？嗯，在哪？对，这里不是很小，对，不是这，没有，还没有到脚。如果这么小哦，就不要捏了。捏是要捏大，啊，小的就是用指腹。小这样摸到就知道那个位置就好，不用这样。对对对，也不要知道它范围，啊，但是要把硬角赶快找出来。这个好像太好了。这里这样动会痛。对。往上这样会痛，这样，对。我现在再感觉一下你的那个痛点，假如轻痛就很痛的话，好，这都还好。这里，这个这边，这会痛，有感觉。有，可是你不会痛，不会痛。这里，这里也还好。这里，这里你比较像从上面压下来，不是压进去那样，比较像从上面压下来的感觉。好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好一点。可以直接用姜粉，没有，这样比较快，也比较好吃。我声音太轻了，好轻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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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力气是有了，我不晓得是力气有，但是就是那个还要更深层的意思是不是？刚刚你是这个痛吗？好，应该就是这个位置。其实它有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标准，什么不标准？因为那么多人来，他不清楚，那他就清楚，因为我按过。所以他进去，他就知道啊，那个力道怎么样，怎么样，他就可以转。老师，你要停下来，这里痛不痛？不痛。不痛哈。这里痛不痛？推的好像是痛，但是好像是被推的痛，不是真的那个痛。了解。应该我们刚刚找他这里是没有痛。应该这样你们按没有问题。比较水的话，它很快吸收完，就很快就粉色。这样还好哈。对，还好。好。也还好。了解。有痛吗？没有。好。这样子有一点。这里有一点点。好。就这一点哈。对，这里就痛。这里就痛了哈。这里很痛。这里很痛，好。它是在里面很痛哦，不是外面。我知道，我是顶进去，你才痛。里面很痛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体上。
这里也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里呢也痛，我刚刚按这里是不痛的，对，本来不痛，那他现在也痛了。好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确定了哈，嗯，那你的痛部位还蛮多的，嗯，这里到这里都痛，那这个还是深层不深层，所以我说还是手法的问题。那手法一定是要配合身体才能进去，一般志工很难善用身体，大部分是用在手，所以进不了。那这样我就诊断出了，所以不可能没有痛，所以他说没有痛点我也不相信。那现在我找出来还蛮多的，好，你看，你们注意我的手，哎，跟脚有没有？嗯，直接顶进去。嗯，这样力量大不大？大，非常大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这样有没有压迫感？你会不会被压迫的感觉？还是还好？有一点点哈，但里面可是我知道你有推到里面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很麻烦，是它在很里面。我知道，那他们为什么手法没有进去？因为没有推到里面啊，他们没有这种推，好，那就是这样推，有没有？对，有没有？有，这样再推就进去了，这样就有痛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身体沉下去，再沉下去就有，所以你们刚好差那一点点。那如果是从上面这边按下去呢？不能用上面，不能哦。手法不是用上面。是哦，一定是从旁边。是哦，因为我按你就有体香，那你这里上面硬硬的，你怎么按？因为我这样子，如果压下去，我这样揉它是痛的。我按给你看，这样呢？你喜欢这样吗？我这样垂直按啊，对啊，现在照你的意思啊。我的意思，我们是用一个手指头按。好，那你的意思是我也一根指头？对。这里呢？是没有进去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做给你们看。可是我平常是这样子压，然后这样子。我认为他也没有压进去，也不对哈、哦，因为我压都不进去，他怎么可能压进去？对、啊、对、啊，这个一定可以。当时我这边非常痛，如果我这样压，就是这几力。好，那你如果这里压好，你手放开、嗯，我这里推跟这里有没有一样？差不多啊。你看、哦、一样吗 ？OK 啊，这里是不是痛？很痛。那、啊、我刚刚已经按出来了，你也说很痛 啊, 啊，我已经帮你找出来，那、啊、你就是执着在要锤子，但事实上我以为锤子比较简单，没有锤子反而按不出来。那我自己按呢？如果我自己也是从旁边，也是要这样子，你试一下这样吗？因为我这样很难用力进去。啊，现在大家都已经会，但是就差在。弓箭步跟整个身体的姿势，这样呢有没有像我的？有像。有像了，真的要压下去哦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大家都太温柔了，就在这里这样跟他按。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刚刚有注意到，刚才太温柔了。刚刚有注意到老师不只是弓箭步，这个整个身体是下去的，下去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也没有啊。有了，这样子有没有？这就整个身体这样顶过去，对，这样立的。那这种感觉就慢慢出来，对，对，差是对的，就差在这里。那我这边要不要管它？我这边边，这边也有啊，也是一样、啊，我也是一样要按，对啊，也是这边、哦，也是一样。既然你这个是比较严重，对、啊，可以吗？另外一边也可以做。有下沉吗？有，因为你现在、这个很痛，现在变成这边最痛，这边是最痛，反而这边痛了、啊。对，因为是这边长了这个。这几例，那这从这边下，这边掉，这边下，这个有吗？对，嗯，这边也有哦。对。对啊，这有吗？你好厉害，有，很痛。这有吗？很痛，这里很痛。我认为
害怕太有吗？有有有、嗯、哇是都很痛很痛。那我这个腋下有没有关系？要不要管它？要啊要啊要啊，也是要像这样、嗯、哇很痛哦。对啊，有啊，所以我自己可以这样用拉的吗？也可以啊，你要、啊、自己要能做的吗？对，可以是吗？对，这里很痛，这里可能够了、啊、这里很痛很痛很痛。这里算淋巴了吗？对，我们通常也要帮你检查淋巴、嗯、所以你时间要够多给我们。痛吗？有啊、嗯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。我们现在预告一下下个星期的直播，下个星期是现场实作教学的直播，欢迎收看，下个礼拜见。